magic ball, a bippity boppity boo. Put them together, and what have you got? Bippity boppity boo. Solid a doodle, a magic ball, a bippity boppity boo. It's a magic, believe it or not, bippity boppity boo. Solid a doodle means magic ball.好不容易戴上这个外套，这个精华肌底液就是那种喷雾的样子，很方便嘛。味道真的好好闻呀，这是什么味道我也说不上来，真是很好闻，水油分离的，所以用之前需要摇一下，上层那个黄色的原液分子就可以起到滋润锁水的作用，下层的这个白松露精华液有超多营养成分，具体哪些我就不说了，反正也记不住，反正我们只要知道这些成分可以帮我们补水就够了。它里面含有的这个鼠尾草籽和白松露，这种敏感加痘肌用起来是没什么问题的，还可以顺便帮我镇定舒缓一下，护肤的时候喷一喷，早上化妆之前喷一喷什么的。经常早上时间紧护肤就会做得很随意，所以喷一喷这个给皮肤补个水，会有那么一点点也非常自然的光泽。我现在刚起来，我感觉我的声音我整个人都粉底液用的是之前测评过的这个小金盖，后来我摸索着发现这个用量对我来说只要一泵就够了，用之前把它喷在粉扑上，现在我其实不太想去洗手间再泡一下粉扑，好麻烦啊！差点又忘了妆前乳，薇娜的控油款，去这一块就够了。这个海绵因为没有泡过水的原因，它就很硬，打的脸有点疼。形状的虽然用起来很爽，但是它照顾不到鼻翼这些边角，就上手吧。色号是欢乐时光。要用的还是这个 CT 粉饼，粉饼是真的不多，爱用的更少。先来修个容吧，用的是这个样子的，这个颜色对于我来说做侧影很合适。它还有高光吗？我以为它每块都是这样的，然后突然就发现它的这面就是它的色号。护刷用的是这套，盒子上有我贴的这个可爱的贴纸，贴纸是我买东西的时候送的，我就到处乱贴。它这六把刷弦都是比较常用的，这个刷毛都非常的柔软，完全一点都不会扎眼睛，一点点点点点点都不会扎眼睛。哎呦我操！哈哈哈哈哈！先洗一下刷子，用小一盒就是。出门也是比较方便携带的，不要在高铁上、在飞机上化妆一类的。我强烈安利你们这个猪猪四方屋这个橄榄型的。哎呦，差点倒了贴！哎呦，贴的时候不要整片直接怼上去，就前面要粘上之后，后边要往后拉扯的。把最大的刷子在眼睛上大面积铺色，然后边缘晕染开，然后用斜角刷蘸取那个红色晕染在眼尾。还有就是比较靠近睫毛根部的位置，就疯狂的晕染就行，然后用一个眼线膏画眼线，再用一个小刷子蘸取最深的棕色晕染一下眼线，就让眼睛无形之中看起来大一些，用眼线膏开一下眼角，刷一下睫毛，然后用这个红色在眼下加重一下那种眼下腮红。你看，可以悄咪咪的画出一个下线。对，这个是迷上的眼线膏，用这个画下眼线，我感觉挺自然的。然后用深棕色眼影晕染一下，再画一下卧蚕的阴影，再提亮卧蚕。完美日记红酒牌的这个珠光白色提亮卧蚕，贼好看，贼好看的。然后顺手画一根眉毛就可以了，
口红也是完美日记的小黑钻四号。哎呦，等我找一下啊，四号是，我咋拉不开这个包呢？它这个四号口红的四号是103最情玫瑰，对。